可是大明星，曾经呢上演过我们奇妙的朋友，以及上过各大的少儿节目。当然大明星，当然他们也有崇拜的偶像，他们崇拜的偶像呢就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。大家大声地告诉我，他们是谁？没错，他说的很对，他就是大象了。今天来的是大象了，我们这个庞大的大象种群。那为什么四毛五毛这么崇拜他们呢？首先，如果大家有看过大象剧场就知道了，大象呢是多才多艺的，什么事情呢都能做。但是呢，说到它的鼻子的话呢，还有一个作用啊，就是可以嗅到5公里以内的水源。所以在野外，四毛五毛找不到水没有关系，找到大象这事儿就好办多了。祝大家永远